后面有，后面有，后面有楼梯，走慢一点，后面有楼梯，走慢一点，慢点，慢点啊！往后走，拜托，拜托，小心一点，拜托，拜托，拜托。你要都可以帮我们说几句话吗？来，谢谢关心。小心，小心，小心，注意安全。会不会很担心后续？因为现在有人说不止一起，会担心吗？不要乱说。机车，他们有没有要注意条路？谢谢谢谢，不好意思，谢谢。左边，左边。来了来了。要跟交通道歉了吗？要跟交通道歉吗？跟交通记者合作是走周中吗？后面有楼梯，后面有楼梯，要走慢一点，后面有楼梯，走慢一点，慢点，慢点啊。前面有情况是想要说的。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拜托拜托拜托，小心！然后放了，我们小心小心，不好意思，小心后面是树，后面是树，小心小心，有人倒了有人倒了，往左边倒，跌倒，往前走，往这边，往左边走，往左边走，往后走，拜托拜托，小心一点，拜托拜托拜托。你要都可以帮我们说几句话吗？来，谢谢关心，没有再过来了。小心哦，小心，小心。他会担心吗？怎么样？小心，小心，小心，注意安全。后面，小心哦，要到马路了，要到马路了，要到马路了。来，慢慢来哦，慢慢来，不要注意安全，拜托。来，我们要往这边。真的。走到后面，不好意思，小心，后面已经要到马路口了。哎，这边，这边，来，我往这边走。会不会很担心后续？因为现在有人说不止一起，会担心吗？不要乱开。小心左边有摩托车哦，旁边有摩托车，小心旁边有摩托车哦，旁边有摩托车会打哦。小心，推一下，推一下。我们要推一条路啊！来，不好意思啊，针对今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有部分媒体对于说本队使用侦防车接送那个严姓艺人到本队接受那个询问的这个情节在这边特别澄清一下我们严姓艺人并没有使用那个特权那我们是奉检察官指示那合法通知严姓艺人到本队来做案情的说明，那后续因为有后续因为有相关的侦查作为需要进行所以说我们可能来的时候跟离开的时候我们都会使用侦防车来做接送所以说严姓艺人我们并没有提供特权给予他。有搜索票，但是没有拘票。所以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形式通知他来？就是那个被害人，因为说已经来到案来报案了，我们针对那个被害人他所供称的一些那个加害人的一些犯罪事证，我们来进行后续的了解。那至于说那个罪名的部分这个我们要请示检察官之后，我们才能够确认来做后续的移送。那目前搜索地点包含住家还有地址吗？因为说这是在侦查不公开的关系在这边不方便跟各位媒体朋友们说明。有包含跟弱势的公司吗？真的不方便，不好意思。